每日来到主的面前，共同经历神的恩典。你现在收听的是普世佳音灵修节目每日箴言。相信神的引领。参考经文：我耶和华凭公义召你，必搀扶你的手。以赛亚书42:6。变化和过渡可能会带来不确定和压力，但也为成长和转型提供了新的机遇。在变革时期，我们可以通过认识到神正在引领我们，即使在最具挑战的环境中，也能开辟出一条道路，从而获得安慰和保障。当我们步入新的阶段时，我们可以相信神正在引领我们走上一条有目标、有满足的道路。神就像荒原上的溪流，在我们不熟悉，甚至可能受到威胁的情况下，为我们提供清泉和方向。尽管生活中的变化可能会让我们感到不知所措，特别是如果这些变化是被迫发生的，但我们有神与我们同在的应许，他用我们所需的力量和智慧装备我们，让我们充满信心地面对未来。在过渡时期，让我们把自己的计划和愿望交给神，寻求他的旨意和指引。让我们拥抱新的开始，凭着信心向前迈进，因为我们知道神是我们永远的伙伴，他是书写我们人生的作者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信实的神，在充满变化的阶段，请帮助我们相信你的指引和供应，开启我们的双眼，让我们看到你在我们生命中行的新事，帮助我们以勇气和信心拥抱变化，因为我们知道你始终与我们同在。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你现在收听的是普世佳音灵修节目每日箴言。